fase.哦，我用 iOS 两本。我前几天跟我爸去日本，然后超级累。哦，没事，我没有要说这个故事，因为我们结束了，然后你们不会看到我了。干嘛这样？是我播。我们结束了吗？我们结束啊！有人想听我吗？有啊，你们还会有吗？还说得来吗？我们应该是结束了。我们结束了。不可能。大家再见，五月十六号可以再来看我们。跟那些我跟那些俄斯偶像。超没礼貌。越级打怪，噗噗噗。